陳家善陪你睇天氣。今日一早啦，香港水域一帶能見度都比較低啊。咁睇下一幅啦，從香港仔避風塘嘅相啊。咁大霧之下嘅視野啦，只係有2000米以下嘅啫。而現時覆蓋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嘅雲帶正係逐漸轉薄噶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初時能見度都會幾低噶。睇下11點鐘氣温啦，係19度，相對濕度90%。交俾 T 先生。哦，啊。预测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17至22度。而家股东北季候风啦，会喺听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噶。咁农历新年假期啦，天气就会凉翻，预测系多云同埋风势都会几大噶。又睇下听日上昼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，咁预测啦系介乎低至甚高嘅水平。而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就系4，强度属于中等。咁跟住先关心下其他城市嘅天气。广州多云，澳门有雾，厦门同台北多云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沈阳多云，首尔有雨，日本嘅东京有骤雨，大阪有雨，曼谷有骤雨，吉隆坡有雨，新加坡有骤雨，雅加达落雨。胡志明市多云，马尼拉天晴，孟买天晴，新德里同卡拉奇天晴。澳洲嘅墨尔本有骤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有骤雨，惠灵顿天晴，奥克兰有雨。睇下欧洲，巴黎有骤雨，阿姆斯特丹同伦敦天晴，法兰克福同苏黎世多云。美洲方面，温哥华同三藩市天晴，纽约明朗，多伦多天晴，芝加哥明朗。南美国东北部依然都是冰天雪地的，雨雪天气似乎未有停止的迹象。昨日个低压系统从中部出发，这一轮的冬季风暴已经开始影响南部平原一带。专家提醒中南部多个州份会出现恶劣天气影响交通。短期内从俄克拉荷马州至南北卡罗来纳州一带，包括首都华盛顿都会降雪量有大雪的，预计普遍降雪量有10至20厘米。而南部一带也有不少的雨势发展。今个礼拜东岸的天气依然都是寒冷的。好了，今晚先讲到这里，各位晚安。